你说整个海鲜，再整点那个，榛蘑，是不是是山珍海味了？是不是呢？嗯，那是菜来比的吧？嗯。那能，我还没拿过活的呢，啊？我还没拿过活的呢。是假那假人呢？的。菜的什么味都有呢。海鲜味儿的，海鲜大餐。有一个吗？哎呦，糊了，怎么漂亮啊？没咋糊，烫手，碗这筷碗子大。这一油。这带劲哈，通红通红的。这玩意儿这是飞蟹啊？对，那个东港飞蟹这叫带劲。吃，一会儿凉了，凉了不好。老儿不太吃这玩意儿，他不吃，你喝吧，你吃，老带劲了。哎，是不是挺肥？行，这老多了。怎么鲜呢？周盖，周盖，那不贵。就是我周不上来。你说我咋办的？那盖儿可好喝了，水。我看你这咋呼噜呼噜的。老带劲了，我跟你说。哇，全是。你不愿意吃哈？我对这玩意儿没那么大兴趣。多好吃啊！爸，你给他整那个，整一口，你尝尝。他不可能不爱吃，这东西多好吃。你看见了吧？这就是一家人。你看你爸和你奶，你看我和你姥，不愿吃这东西。我这都像你那地用着，它在那夹上了，两边夹夹里有吗？有，你再深抠点，可以倒点，这是黑的多，你看这都空的，你看，那就是这个可能擀的那啥了，点儿好。你尝尝，再整一个，你尝这个。挑大的，这个行吗？对，这个行，好好吃的，就是鲜，对，鲜亮，你老头些日子那牙哈咬的那个牙都咬的都不能吃饭了，上那个牙科去整了一下没好使，回来让你爸给整一整，哎，好使。啥呀？你老咋的？你爸还会演？还会整牙？会整牙的，不是会整牙。他那个牙吧，他那牙就是里面那个位置吧，他有的不合颅，他大，他就在那牙床硌牙床硌那疼。后来上牙所了，咱没看着牙啥样，以前也不细心，这回去看啊，他就搁我那个牙基垫膜那玩意儿，对，也是那么磨那个地方，我一瞅啊，他给磨这儿。我一问还不好时候，又拿着搁那电磨那玩意儿又给收拾好了，磨的大点儿呗，它那嘎松快了。对。啊，戴上它就不硌的了。那两天疼啊。啊，吃不了饭。吃不了饭，吃不饱。那牙不好肯定的。那现在好多了啊。没到就像你似的，下巴一掉，给人先端下巴端会了，端来回端。他就看人家端，他就给人端上了。我会端，你会端下？我跟我老端两回呢。那咋的？他们那天老去下午掉上哪去端上了？端一回，端一回来第二天又端掉下来了，后他就给端上了。就像你说这玩意儿，看了一遍大夫端完，我就给会了。你这头一，那第一回是不敢下手。要是不是你拉我去的？啊，忘了，忘了。对，还有我，还有张雷，然后后来回来又掉了，我给端。见着也一出外头一打哈欠。啥时候呢？一打啊，一打哈欠。多年了，一打哈欠又。我刚回来的时候，刚回来拍视频的时候。刚回来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别走了，张雷，你再走了，我下巴掉了咋整啊？上那得上那是小半道是哪去端的？小半道。对。小半道。